什么意思我不清楚，我爱上了你，爱上你，多么喜欢上你才能来去，原来星期天让你思念，反复看过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，转身。
现场所有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那欢迎大家的扫描画面右下的 QR code， 有2022台湾灯会的资讯哦。哦，这真的蛮有趣的哦，因为其实高雄人真的非常的幸福，有跨年晚会，有台湾灯会，还有很多演唱会可以听。而且哦，明年5月我们慧蓉姐就会在我们高流嘛，这个对对对，也就是在不远处的那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今天我们一直在保持，一直在跟他们连，我一直没有连一下，没有人跟我连，是不是？待会了。对，我5月21号，5月21号会在那边办，5月21号就可以，就对了。我爱你加一，加一加一。不过这次来到高雄啊，虽然有机会上台跟大家唱歌很重要，但是来这边一定要吃美食哎，有吃到好吃的吗？对啊，我听说这边的美食真的很多哎，但是我比较是锁定这一区附近嘛，就比如说什么，而且你昨天就下来了，有吃了什么？对，我没有啊，没啊，都没吃，今天下来没吃，为什么？就是吃便当，今天结束之后，我觉得好好吃，这就是女神日子。对呀，像你就是想吃就吃，对，刚刚腰带还被亏。对，刚吃的汕头火锅，哎，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给女神的？赶快跟她说，要吃什么？当地好吃的臭豆腐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什么什么卤肉饭吗？卤肉饭也要吃。卤肉饭哦，还有那个阿婆冰啊。好，对，我们还有海产粥，我知道还有什么豆花呀，有。我们在盐城区这边有没有？就是汕头火锅了，对，阿婆冰了。哦，那边有写酸菜白肉锅。酸菜白肉锅，有酸菜白肉锅的牌子。我只能说，刚外面是还有卖咖喱鱼蛋啊，很多。而且高雄有很多夜市啊，瑞丰夜市、六合夜市，里面美食都非常的多。对，他们越讲你们越饿，你们吃饱了吗？他们早就已经饿了。还没有，那我们不要残害你们了，不要再讲吃了。先来继续我们音乐的想念，好不好？今天一定要把我们整个演唱会看到结束，跨完年。倒数了还不准走哦，后面表演更精彩哦。是的，那接下来再继续唱歌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对，接下来带来这首。你们不觉得我今天本人很像一根荧光棒吗？对呀，你刚刚边跳边摇，有没有？好像荧光棒在动，对。然后接下来带来这首歌也是这个黄色，就是黄色月亮。哇，听听这歌曲，黄色月亮。谢天。
很开心在这边和大家度过今年的最后一个晚上。那希望我们会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然后呢，待会儿倒数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很用力的喊出54321。我们要用最欢乐的心情迎接新年的第一刻，好不好？OK， 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，我相信今天现场的你们都做不到，因为你们今天完全都不被动。接下来这首歌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大声的哦，被动。是我让